吗？土豆，你好恶心啊！你干嘛呢？我想吃胡萝卜。我就这一个，我自己还吃不饱呢。给我吃点！同学们，小道消息。什么小道消息啊？我听隔壁班王九说的，今天我们打饭的方式是按碗的大小来决定。那你的意思是碗越大打的饭越多？对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他干嘛去了？找碗去了呗。我们也准备。同学们，今天打饭你们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们拿的是什么？碗。土豆，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我拿的桶呀，装汤用的。不好意思，土豆，今天你没有饭吃。喂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今天没有汤。没有汤。走吧，你没有你的饭。拿走，老师给我拿。亚楠，你家的碗这么大吗？对呀、啊，老师，我平时在家吃饭的时候都用的是这个盆儿。那行吧，两根胡萝卜，给你，给我了。你这不是碗，是个大缸吧？怎么不是碗呀？我在家都是用这个吃饭呀。他也太能吃了吧？那这些饭都给你吧。拿那么大。慢走、谢谢老师，为了吃饭也真是够拼了。哇，怪不得力气那么大，原来是吃的多呀。快帮我接一下。哎，我要吃这个。我好疼啊。快吃快吃。